首歌曲就是《苏梦未来》。佳琪妹妹呢，她今年14岁，两年前曾经罹患了我们的出血性的水痘。啊，那民警呢，一般呢，啊，有咱这个水痘哈，啊，心中我三界拢总平静，心脏曾经3次的停止，那很不简单。也很奇迹的，那在这3次停止之后，佳琪妹妹活过来了。她是我们抗战病魔的小天使。那我们佳琪妹妹呢，也曾经上过我们的民视同盟会，还有我们的三立新闻，以及我们民视新闻，还有。学生。